刚才八哥其实也提到了我们的平衡调整，就是我们之前很多玩家在呼吁加强鹰眼，但鹰眼其实确实在加强之后也是相对不错的表现，这里是进行互换，哎，没关系，我直接我也没打到互换，这次的小欧老师强了很多，直接去，这个时候你应该技能混乱了，是的，是的，我要先躲一下，哎呀，没闪掉，这次熟练了非常多，认真了啊，好。再混乱，然后在这里我其实又我激斗技在这里，我只能用激斗技，我反应过来我的激斗技了，但是我直接被这个鹰眼连起来了呀，很难受。我的这个二技能刚刚去上面了，我这里双用过，没放过去，很难受。然后一直接被顶掉了，有几点。其实我们两个新世界罗打也会有比较眼花缭乱的效果，尤其是我可能相对没有小老师，我们各种互换的时候、啊、对，没有小老师那么熟练，我的二技能怎么又去上面了，我好烦啊，我的二技能、哎、你换我，我也换你，我再换，哎，你们再换，哎，这回被你换过来了，是的，再换，直接去进行一个连击，打出眩晕，直接打出连击保护，哎，但是我没有被混乱，来斩，展开，换，直接免控击霸，我换，哎，我感觉我换过去了，啊，鹰眼带走，哎，可惜了，如果这波不是这个鹰眼，感觉我又是一个很帅的镰刀，我是红发，哎，上来直接，哎，我以为你要换呢，我等着去放一技能去格挡你的剑气呢，直接去。哎，我放松警，反应有些快啊，然后这里我直接，我就是知道你要以我什么时候交友情分，现在交有点飞，也是我等一下，但是其实伤害有点高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刚刚的波其实显得伤害没有那么高，原因是因为我的友情，我的友情集合的血，我刚刚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细节。是的，我快继续，哎，回去，一技能我压场，你再让我回去，我直接被闪掉。哎，我刚想传到我的这个剑气上，被你一个换位给拉扯掉。机制呀、啊，哎，是不是只要我不交友情机，就永远能骗到？好的，然后这里罗也继续换位，我再来一个电梯压场，哎，我被换到这，我再换你到电梯这边，哎，又被换到了石头上，哎，很难受，对吧？好像真的强势了很多，混乱。哎，这友情机交的是什么东西？不过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当时没有进保护。然后这次把我的石头给吃掉了，隔挡到石头，然后我传到这个剑上，哎，被鹰眼的这个打了一个后摇啊，所以最后，哎，你的，哎呦，刚想说你的剑有点短，但是发现其实罗的平 A 跟红发的平 A 距离其实是相仿的，嗯，然后最后，哎，我用了一个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少的一个伙伴，一个大熊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本来想展示我们新世界罗他换那个换位的效果，换一个大体型单位，可能感觉会更加的。有意思啊，五塔有意义，然后熊这边开机霸体，哎，蓄力，然后我其实没有追啊，不过好，也是被我 A 到了，不能辜负我们小伙伴陪我练习罗的，哎，不会带走了吧，哎，还有最后一点点啊，是我，但是哎呦，刚想说我有熊掌冲击，但是没有机会交出来，有点难受啊，不让交友情，不让交友情，我现在交其实有点亏，直接走，直接走，对，那我不交友情吧，看看，哎，哎呦，我技能被换了，我这是什么技能啊，我怎么一技能在霸体上，哎，这就是可能面对罗比较少的情况下会有这种比较迷茫的这种感觉啊，我也是怕友情机直接带走我，这里直接，哎呦，刚想说那个熊掌冲击其实应该和命中率相对来讲非常高，好，这里去终结，但是